势力犯罪，又有效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，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创造安全稳定。
哎，李博。哎，何老大。有没有聚众闹事的迹象啊？有没有聚众闹事的迹象？刘局啊，啊，我们已经在路上了。改日子，副市长今天专程为搬迁工作来的。怎么了，老刘？今天出了个治安的案子，虽然案子不大，但是能看得出来搬运村这个拆迁的安抚工作呀，恐怕没有做好。您看您是不是？老刘啊，拆迁工作要是好做的话，还能拖20年吗？我这次来就是为了给做做工作的嘛，这个事情啊不能再拖了，就这样吧。建哥，小慧，你怎么来了？村里呢？他已经好几天没回来了。哎，今天这村里怎么没人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啊，村里现在还给光头开车呢。是啊。还是那小破面包车。哎，我怎么听说这个光头最近对拆迁不满，他没拉着孙磊去闹事儿吧？建哥，这我哪知道啊？行吧，我先走了。二队呢？包括员队，我们进来了，现在在找制高点的路。好，抓紧时间，保持警戒。哎，依然。建哥，你还在搬运村吗？在呢。有没有发现什么特殊情况？还在确认，怎么了？副市长今天要来搬运村。副市长来搬运村干嘛？他今天要过来谈判。建哥，多久到？大概还有10分钟就到了。Thank you.
云队，这里的制高点非常难上，老乡家的门根本撬不开，入口往下找。老李，武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呀，队长给我。袁队，袁队，我是武健。今天搬运村气氛不对，我怀疑有人要破坏谈判。你有布控吗？武健，你来干什么呀？谁让你来的？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副市长，您好，您好啊。辛苦辛苦，欢迎。您好，副市长，您请。朱副市长，请您说一下，这次拆迁和之前有什么不同吗？搬运村拆迁问题是由来已久了，现在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。我今天来呢，主要是想跟村民们坐在一起好好谈一谈，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。这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。问题不能留给后人呐。不过在拆迁的具体工作中的那些事宜啊，待会儿你们可以请问一下我们的拆迁办卢主任。他们几个，好像他们就是代表。走过去看看。好，大家不用跟着了，没事没事。联系上不见了吗？联系上了。暂时没什么情况。一二队，到位置了吗？袁队，袁队，我在三号制高点，根本找不到上去的办法。光头，你过来干什么？啊，罗正德。村民们选我当代表。没错吧，主任？是是是是，朱副市长，这就是搬运村派来的代表。哟，副市长啊！哎呦，我在这等您半天了。你说今天风这么大，您还亲自来了，感谢感谢感谢领导。还是我们那个钱的问题。你放心，这个问题我们是有政策的，而且标准也是透明的。将来啊，我们在这盖上新楼，大家都住到楼上去，每人都拿到自己的房本，附近还有医院。学校，难道这不好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可是这上学、看病、养老人家，这个钱咱们上面给的真是太……我们会尽最大的可能来保障大家的基本权利。基本权利。每次负责的人过来都说基本权利啊，这我觉得没什么区别。那我觉着就没什么可谈的了。罗振德，你有条件就可以提出来。副市长今天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。您能做主是吧？我就问问我们这个村儿，这房子到底能折多少钱？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补偿款呢，国家是有政策的。当然，在具体的拆迁过程中，具体的问题我们还会具体对待。
绝对不会一刀切的。这个村呢，有很多没有户口的人，能不能给我们落上户？无户籍人员的落户问题啊，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根据国家政策来落实这个问题。我希望他们积极的投案自首，争取宽大处理。法律毕竟是法律，政府绝对不会容忍任何犯罪行为。您这是还绕气，没有一点有用的呀！你怎么跟副市长说话的？闭嘴！注意你态度！注什么态度？您就不用来，直接让他跟着我说不就完了吗？案件的性质很恶劣，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当口，暴力袭击拆迁员，公然袭警，枪击市政府领导，搬运村呢，现在是越来越猖狂啊！经初步调查，搬运村中级有可能存在一个黑恶犯罪组织，我们要把这个案子呢，作为扫黑除恶的重点案件来处理。报告，进来。刘局。吴健，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头上的伤怎么样了？哦，我没事儿，我这不是着急回来了解案情吗？嗯。杨哥，嗯，你们搜查搬运村的时候，有什么新的发现吗？那么大的枪声，问不出一点消息，都说没听见没看见，这搬运村肯定有问题，得加大警力排查。没有别的情况吗？我把光头带回来了，开完会去审他。
武进，哎，枪击副市长的人你看清了吗？看到一个人影，但是很模糊，像我认识的一个人，孙磊，但是无法确定。把孙磊抓回来问问啊。早上拆迁员被打这件事情，好像跟孙磊也有关。我从案发后的监控里看到，早上那辆面包车很像是平时孙磊开的那辆，因为之前我见过，所以我立刻就赶到搬运村去了。但是经过了解，孙磊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，他现在在哪儿没有线索。这个孙磊和搬运村的头目光头关系挺密切的吧？孙磊是光头的司机，也是打手吧，帮光头办事儿。拆迁员就是他们打的吧？说不定早上枪击副市长也是他们干的，是不是？刘局，以我对孙磊的了解，他虽然听光头的，有可能打了拆迁员，但是枪击副市长这种事情他……行了，先把人抓到，再来判断。吴健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跟这孙磊以前是邻居吧？好像你们关系也挺密切，你要不要回避一下？我回避什么呀？你都说是以前，我们又不是亲属，这个案子又没有利害关系，不属于回避制度的规定情形。行了，真要抓孙磊，搬运村，你们哪个能有武建熟啊？深入搬运村，武建是最有优势的。武建，哎，你行吗？没问题。袁队，我是自愿来这儿接受问话，说明我心里没有鬼。那你心里要是没鬼，你跟我说说，打副市长那枪怎么回事？枪响的时候，我跟副市长站在一起，对吧？用你们公安的话来讲，我有不在场的证据。你不用自己动手，老罗。你好歹是搬运村老大吧，你可以找人来干。我疯了，我跟副市长站在一起的，他万一打不准把我冒了怎么办？再者说，我为什么要打人副市长呢？我也纳闷呢，我这不问你了吗？肯定有人想害我。人家副市长过来是跟我们谈判的，那么大个领导来过来跟我们解决问题的，我怎么可能去打人家呢？因为你们不想拆迁啊，因为搬运村里面好多犯罪分子啊，你们都没户口对吧？哎，老罗，搬运村什么地儿啊？收留罪犯的地方对吗？藏污纳垢的地方。哎，你们现在胆儿真大，把拆迁员打了，扔我们局门口，敢来公安局门口闹事儿了？现在，别，怎么又出来什么拆迁员啊？我装是吧？姐，这代号什么呀？嫌疑人，你就要标明是孙磊啊？这车是光头的吧？孙磊是他司机，两个人没有否认，对吗？所以打拆迁员的案子，嫌疑人就是孙磊和光头啊。还有，枪击副市长的线索现在就是你的目击。你打个问号什么意思啊？但是刚才的询问。光头说了，他不知道拆迁员被打。副市长枪击案，他也有不在场的证明。再说孙磊，原队现在有证据证明他是嫌疑人吗？他肯定不能承认啊。
你把孙磊抓了，两个人一起审，逐个击破，他肯定就撂了呀。袁队，光头也说了，搬运村好几个人能开这车。袁队，柴全员已经醒了，这是根据他的描述画的犯罪嫌疑人头像。你看看像谁呀？党中央高度重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，老虎露头就要打，苍蝇乱飞也要拍，既要严惩黑恶势力，也要抓背后的保护伞，要注重政治督导、责任督导、问题督导、法治督导、时效督导、清政督导等六个督导，压实地方责任，破解难点问题，回应群众期待，打赢这一确保人民安居乐业、社会安定有序、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意义。矜持什么呀？你装什么清纯呀？啊？看什么呀？手指上天上的王子，具体做法不清楚。干什么呀你啊？这可是我哥。都怎么了？我告诉你啊，就你这样，我随时让你滚蛋。哟，哪位老板气性这么大呀？王总，王总大驾光临，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呢？我好给你安排呀。今天是我照顾不周，我自罚一杯。怎么样，王总开心了吧？我今天来你这厂子确实是很开心的，虽然我刚来罗源，但我知道你能在这儿开厂子，你背后肯定有人罩，那又如何呀？不是我吓唬你，以后在这个罗源县我就是天。哎呀，王哥，你这话说严重了，我哪有什么靠山啊，我的靠山就是你。这么着，哥，我给你找两个年轻漂亮的姑娘，算我的啊！我就觉得，老板你好。哥，干嘛呀？好看姑娘那么多，你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干嘛？我就想在你身上浪费时间。王哥，你来找我，应该没什么好事吧？帮我找个人，跟我有关系吗？也许会有。谁？叫孙磊，搬运村的，光头底下的。跟白天那一枪有关系？对。如果有线，我跟你联系。那件事儿还是没有进展吗？
如果有消息，我会告诉你的。大哥，哟，孙磊，弟妹，来，坐坐。吃饭了吗？还没呢。哦，来来，一块吃吧。是，怎么着？嫌不好吃啊？孙磊，孙磊，海涛，好，倩哥，过来。脸又怎么了？自己摔的。摔的？啊，光头打的吧？孙磊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前几天来找他，他也没在家。我问你，昨天早上开枪打朱副市长的是不是孙磊？我不清楚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。孙磊要买枪，肯定要找你。你们俩是不是串通好了？我没有。是不是光头让孙磊开的枪？说话。江哥，我只能告诉你，孙磊是被人给当枪使了。回局里说。哎，景啊，回局里干嘛呀？哎，别跑！真他妈是泥鳅，腿伤还这么能跑。喂，孙磊，今天晚上回去校瑞士会所。几点？你谁啊？晚上七点半。喂，老板，钱我已经付过了。哎，好嘞，慢走啊。八块啊，九块，
又涨价了？没办法，还得往上交钱不是？没事没事，我这不是给你加蛋了吗？你就全蛋8块钱，加了个蛋。下回是有保护费的人来了，你能找我吗？哎，你要是真抓人了，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？回头人家进去待2天就出来了，还不得变本加厉的折腾我？警察你都信不过，那总得有人给他们教训吧？最后受教训的还不是我？他们什么时候来？今晚吗？我等着他。哎呦，我求求你了，这碗面我请。哎，你怕什么呀？哎呀，哎呀，还没给钱呢。哎呀，这碗我请了。哎，我们有纪律。哎呀，9块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好好，下次再来啊。下回他们来你找我。好好好。我是刑警队的武健，小瑞是有人聚众斗殴，赶紧派人过来。住手！住手！警察，都住手！走！看到孙磊了吗？他在楼上。别再打了！还不快走！走！别打了！出来干什么？找人！找大爷！快！孙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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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死不了！
多少不安无助的回响，我无惧风霜，就